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各位上帝师，金光金啊，现在都督长开始讲释迦世尊答复释菩提的问法，讲怎样本来降伏其心，佛前的降伏的经文上开始就经文在第25页到26页，解释是讲到第27页，经文佛告释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因以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论神，若台神，若十神，若化神，若有色，若无色，若有相，若无相，若非有相，非无相，流通本该经文啊，若非有相，下面的非无相上面呢、也有若是的，有的写着若非有相，若非无相。他说按照唐人下经的原本呢、没念这个若是，应当是若非有相，非无相为一句，非有相下面没若是啊。流通本的杂本经文有的有啊。他应当在原本的经文上啊，某个人约是应当是约非有相非无相。我给另一无言一盘一面兔子，这是讲到两位啊，就是远古的解释，上回就讲到那个四神、众神、受神的差别，就是讲到那个约乱神、约台神、约十神、约化神。这是个经文嘛，就在第27页，讲法菩提是什么人啊？以土神为吉物，既然法菩提心就是要行菩萨道，菩萨道以土众神为最重要，为最紧急的要务，所以凡所有一切众神，各种的类别的众神，都要想办法来土己，使己得到解脱。所以呢，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另一句话就是众相，众是世间所有的众生的类别，种类青岛青岛啊。下面就要给个受神差别，讲那个众生受神的方式呢，代替不出的四种，就是乱神、台神、十神、化神。若是不一听的意思啊，有的众神是乱神，有的众神是台神啊，也有十神，也有化神。主解方的解释讲，若乱神等者，以数神差别言之，乱神、台神、十神、化神这四种啊，是说明几个修行的差别的情况，跟修行的方式不出了四类。下面就说明哪一类众生是属于了四类修行的情况。个天、肉、化神，天上的天人，欲界天以上，色界天、无色界天，这三界诸天的天人修行的方式呢，都是化神，天人都是化神的。肉是体肉，体肉呢个众生，受苦的众生，也是化神，家庭讲错十恶太过，五十恶的众生，上品十恶，死了以后，甚至不是经过众人身，直接出到体肉脱去受苦了，所以多体肉马上就化神，化神几个身体，才体肉好啊，才该受苦。所以天肉也是化神，所以天肉化神。
会统台化，个归托众神的修禅方式呢，有两种，一种是台神的归，比如讲佛差师是所托的，啊，个归字母，啊，九五八个字母，那个也都是台神的归，啊，普通一般的归托众神也多数是属于化神。所以讲，归同台神、老化神两种。人口格式，个人托众神，西洋都有，台南说法；学神托个众神，台南说法，西神都有。所以为止，各国都有四种修神的方式。学神、众神、修神的方式，西类都有啊，也容易明白啊，凡人都能看到的啊。比如讲牛马猪羊嘛。台神啊，鸡鸭鹅子鸟雀都是乱神啊，有的虫类有十气就会神，有十气有小气几就会发生出来，这是十神啊，许多小动物只是发生的，所以学神托众神台南是发四种都有。人托众神也具有台南说法四种，上回讲过啊，人的化身嘛，世界出神超的时间啊，上面世界天的枪击天人，啊，世界天一个是世界用火灾破坏，那么二三天的天人下来，啊，水灾破坏世界，那三三天的天人下来，风灾破坏世界，那四三天的人下来。当时初初世界上有人的人种啊，最初都是化神啊，后来将形成台神，台神为人修神的正常情况，人99.9%都是台神的，实际上8%，乱神、湿神、缺少数，偶然会再有。还双回讲，他讲佛差师是啊，一个乃五十十神啊，比沙铁母啊，也神有三十一乱，乱神一子，该三十一子就是乱神，哎、啊，化神人嘛，就是世界出神是有化神啊，从此以后一般的人类都是台神啊，乱是化，哎、啊。尤其乱神湿神呢，是缺少数、缺少数、特殊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嘅特殊情况，我上回也曾聊聊说过。我曾翻看一个近代嘅著作，有白花文嘅《金刚经》嘅注解，《金刚经》嘅讲法，我发现到一种奇怪嘅事情哈，讲出来。本太家，你还有看到这种白花文的注解，是这种讲法吗？不正确。他解释讲，一个人啊，台南说法四神自由都有啊。如果人的台南说法四神都有嘛，啊，最初世界出神的化神的对啊，台神正常的太家底的没必要解释。对于乱神，人有么讲呢？他讲乱神咋啊，像鸟窝上时就黑。哦呀，这是闹他太消化，个乱神咋鸟窝上时就黑，其实可能猛文神你也相当人意，我既然都带着吊吊香啊，个都鸟窝上时嘛，个总把黑乱神相当人意相出来的，实际上哈，可能佮冇看鸟窝上时的历史，鸟窝上时啷个能平常人穷样啊，唔会乱神，冇被误会的。我看到个主角人，我会话到个鸟窝上是真正是雕的雕像出世个，见咩乱神啊？其他外平老外人平常人穷样，其实鸟窝上是后人对伊个称呼，佮有名。鸟窝上是个名哈，这个方面按到土林，土林啊，佛陀个陀哈，啊，林木个林，松木林啊，佮按到土林。而鸟窝上是佮穷少出家。其实杭州人，杭州人，杭州人从生人的时候出家以后啊，十九岁出家，受比丘太戒，
书接以后啊，先学经论论三重高点，高理学统以后啊，将去江山请求那个脱勤三思啊，就是属于那个牛头发用三思错下的一派，继续请求那个江山脱勤三思啊，参禅开悟以后啊，各处游方，后来回到自家的杭州的故乡，杭州故乡杭州附近啊，有一座山叫做秦芒山，啊，秦啊就是秦始皇个叫秦，芒是希望的芒，杭州附近的山啊，有一座山叫做秦芒山，秦芒山的所在啊，秦有听，秦好。其实秦芒山上去参观的时间啊，秦芒山青多琼树，他发现有一头琼树非常特殊，普通一般琼树都是笔直一目一目中间开花的，但树身是笔直，可是他看到一头琼树啊，多了病人下果的时候才给琼树会转弯，弯转来让你叫几下转秋枪啊！安尼平地个平同样啊，个松树安尼弯到几下转啊，变平个松树个中间方来草上青河，其实就像个松树当，因为其他个安尼滚了几下转弯个时候，个只树上掉掉同样安尼，哎，个树上一只掉诶，一只窝，那就上去个咩草上呢？因为没经过嘛，抬他们就上得。其实个咩草山嘛，坐到叫来吼，搿条鸟叫呀，对几呀青青山，旁边呐、啊、有那个溪下、阿下钓诶，坐架个旁边吼在做钓，老去做朋友，啊、嗯，旁边有只钓钓，啊，其坐诶时候猜，个钓诶唔会讲伊都来冲下坐啊，冲下钓，啊，钓诶背出平叶，啊，甚至猜个眼神啷个呢？因为其坐诶时候猜在秦芒山吼在。太琼树的啊，你去盘个太琼树方坐啊，研究成叫那鸟窝啥么子？个经常带着吊吊中央那鸟窝啥么子？这个鸟窝从安尼来原因，没是吊吊上说是啊。一方面呢，这个身旁啊有那个溪下、阿下、石雕啊，旁边那做吊，老去做朋友比来比去，那所以也有人成叫那下扫窝上，扫就是吊吊啊。啊、也全是石扫和尚，所以脱林禅师啊，又是鸟窝禅师，又是石扫和尚。那么其实唐朝人，然后拍第一啊，拍落田啊，拍四郎，做官做到四郎，然后拍四郎同时的人，所以由于你拍四郎对那个秦芒山山下过，就是对那个鸟窝禅师错的所在，可能给那条树就是靠近路顺。那个拍四郎对给山下方过啊，看到鸟窝什么事，坐个树当方坐什么，所以拍四郎就话起讲，什么事啊？跟坐到岸过啊，亲吻一下么？意思就讲跟你都木在摘下来，唔同啊，脑浆都会打出来，非常危险。哎，啊鸟窝什么事？大夫佢讲，挨唔会危险，你真危险。叫跟俺都骑马在地面上，俺那会危险。啊，鸟窝上是话叫拿做太官，啊，在古时帝制时头，你就没得罪皇帝，你得罪皇帝呀、啊，马上就会严重到有脑袋板架的危险，所以你比俺还危险，俺坐暗国不会危险，你比俺还危险。哎，拍四郎本来有善见啊，也幸福啊，他不是按你一讲啊，就是有样哦，也有道理。但是上司啊，你有没个办法啊，搞俺按样来修啊？上不会做到这个危险嘛？鸟窝上司就发现了，主恶莫造，中山奉行，思想起义，是主福告，就把你啊司机发搞去。哎，该怕四郎堂都都见啦，太少。哎呦，老上司啊，你讲你啊机发吼，挨个地方三四十年都不晓得讲，不是等于讲。个鸟窝上司就讲啊，三岁孩儿说得出啊，八十老翁行不得。啊，讲八十六王也未必能够做得好啊，加下几张勤福啊，所以一个鸟窝禅师、老拍四郎，其实同时的人。鸟窝禅师，人家平常人中央，其实有地方，在杭州
啊，一家有相，有相有名，这色相像盘，像盘，三点水做着反这个盘，色相像盘啊。还记得这个历史上下是九岁出家啊，是九岁出家。那么其清军脱金三时开悟以后，将出在秦王上的穷书当行，所以人们称其鸟窝三时。后来其有一个师长，就是布谋师长，有财布谋啊，这个师长清军一按旧，没得多复方，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师长就要求我师父啊，我所以你要会按旧哈，按辛苦我没得多半点复方，我想你参学个。哈，有一副法嘛？我也没有。嗰廿副法所呢，几年月身体作个伞都烂掉的，就给绑个布幕绑一条啦。那副法没错的，啊，个布幕踹下去，这个师长就开悟啊。所以那踹布幕禅师，这个师长前年几几多，你几多年啊？已经副法不是谈到啊，临上二六去参学的时间，我也没有副法，个伞烂掉个布幕呢，也没条件。哎，坐下去，这个师长就开悟哎，啊，最后请个作烂什么师傅啊，他们给帮不忙坐啊，可能会开悟么？所以可见那个鸟窝禅师啊，哈，没乱神，没搞差了哈。反正你看那个村头人个拍花个主角，啊，下讲话乱神咋鸟窝禅师，搿只笑话，基本上是金蝶故意开玩笑，也是搞差，也是相当人意。像搿几多岁鸟窝方搿调调方嘛，总系调调会出事个，搿就系乱神吧。实际上唔系吼，冇搞差。嗯，挺奇怪哦，两本书啊，哈。但刘同清讲呢，已经第六版了，可是呢，太感人，唔地会注意到个鸟窝什么事啊？到底是乱神啊，还老眼人穷养财神么？你要是有没有看到啊？发现个神态六，哎，发现到个神态六，老人太家讲不愿意等六啊，因为所以讲现代人的著作哈，冇随便看了。往往啊，本地拖延都行不出路，也很不低呢。所以一个没像我们内行人来看哈，该挖多个鸟窝，什么是真金子的调位，调对方出事，该就会乱神，该是实在太少吧。家庭几黑乱神，要么有相盘哦，还有自己黑行主人，以前那个高神川啊，宋朝占领什么是个高神川啊？就有几个川机嘛。不过刚讲了，没嘛，佮中央就是，但是鸟窝、秦王山都中央，是修相相盘也中央啊。所以可见啊，鸟窝上是唔会乱神，然后人中央抬神啊。也是讲多点，为了顺便提出来了，讲怕讲话有人看到唔对啊，不认乌托。足以迷失水陆空行，不可区分品类。主角方下讲。其他迷失，无论是水族众生、肉体众生、空中比个众生啊，行是几个通作啊，水陆空三种众生的通作几个行通，我了就给分别这个类片，不能详细分了，所以不是不可区分。这个品类差别不能一一细分，太地种不出推论是发事实。下面这是个有色无色。以意志查片言之，有色系上牙，以色闻为神，无色系空牙，以书相行识系闻为神。意志即神意，也要这个意志查片，意可安置个神的查片相来分别这个类片，就是要有色，要无色，非常是有色。有神体的色相，有神体的色相嘛，色界天是含有神体，色界天哈，色界四上天呐，都有色神，就是以色闻为神啊。人间的人神嘛，提出一个黄师太讲，天人化神呐，众人有按你的假象都是化神的，没有实质，所以以色闻为神，含有形色。无色要无色，基本上个要无色哈，要无色就是那个指那个四空天，无色这个四空天啊，空无边诸天是无边诸天，无所有诸天，非相非非相诸天，四空天呢，那个四空天既无那个色相，无任何色，但是呢，
很有听过噻，就是一个心理作用啊，很有显现个样子，就是以书相行是西文，我做一个身体啊。虽然没提出佛风西太个西文，但以书相行是西文，嗯，文有这个心理作用的书相行是西文为神啊，所以那个意志就是神个意念，你看就是要神相分别啊，要神相分别，实际上有色的。欲界众生一样有色，不过现在但要色界天讲，色界天还是有色，无色就是无色界的四空天啦，你看就是要意志差别的神相分别，以境界差别言之，境界自己心所对境啊，实际上就是要心理作用的分别吧，有想在无色界中空无边实无边逆天涯，这个那个下面是要这个境界来分辨，境界的差别呢、就是指那个心理作用啊，能对那个境界心境相对啊，要心理作用来讲，要心理作用讲呢，境界的差别呢，有想基本上。要有相有相就是指五色界天，五色界天，五色界天呢有四天，现在给拿来比合作下面的空无边处天，听一个实无边处天，两个天呢给比合你们两个有相的范围，属于有心理作用，有相有相是从下色正空要靠心理，穷空业识现实本有个实相，只是在形式的作用听听，所以空识都是属于含有相的境界所以不是要境界分别，空是两天含有相，佛家是无相，无相在无所有处天，第八第三无所有处天呢，拿来批合才这个无相的类别上属于无相的境界实际上呢无相而指这个色界的无相天，色界无相天呢印度有外头修无相天，修无相天哈基本这个实心的实相强压不易起来，压到最后把这个心磨起作用，像石头一样的不会起作用，那把两个心的作用完全压服，体力意识不会起作用，那么两个天地的修神就神多世界的无相天，世界四三天的第四天无相天，外头修无相天神修就神两个无相天，本来两个无相天应当是指两个世界的无相天，外头修无相天所成的所成，这个时间有五百太极神多无相天有半极，千千都完全无相，有四百九十九太极完全无相前半极从有相慢慢趋向到无相，后面多了四百九十九半的太极满了，五百个位慢的最后半截的思想又会慢慢升起，它就像石头压错样的，都跟思想慢慢会升起，所以五百太极慢思想又显出来，显出来就吹了所以本来一般讲无相就是指这个无相天指色界的无相天，现在这个主角上就拿来批合做无色界的无所有处天为之无相，两牙是一种讲法脱离也可以同了非有相非无相者非相非非相出天涯，所以可见两句话要非有相非无相哈，要非有相下面没钥匙还有钥匙就变成两句了，所以这个主角上非有相非无相联系了所以可见两是一句，那么非有相非无相结果是说就是非相非非相出天，无色界的最高的成天，不讲其有相嘛也不是，不讲其无相嘛也不是，所以讲非相非非相出天按你的分类呢，就把你的三界意思就是包括三界无为，把三界主权完全包含在内了凡是佛法方
把这个三界的分类，众生的类别的分类啊，或者要九类分别，就是现在经文所讲的九类分别啊。也就是四年底的讲法，要三界的穷哈之国哈，欲色无色的讯息，国哈的差别。四年底的讲，一个欲界有欲，神识不会出；色界含着有色，神识也出不得。无色界之无色也很不能出三界，所以必天爱破除这个人我之欲念完全虚脱，神识个念头完全虚脱，然后将呢得到这个九次谛听跟咩受想听，将能求出三界。若六道分就二十年底的讲三界六道三恶轮回神识的情况，连严谨要十二类成分呐。有四年底的这个十十因有九波的道理啊，也都是众生殊胜的差别相啊去分别啊，就最重要啊，讲应当爱底的讲二相爱出三界嘛，必天爱断除神识根本的欲啊，还要破除人我的色啊，还要消除这个执着分别的色。把你啊三种的烦恼剔除了，将能够求出三界，这就是最起码要断除的见识分。你啊已经把那个三界众生轮回生死的情况已经完全分别清楚了。发菩提心者，必因突进以后义啊，讲发菩提心行菩萨多个人，而把你啊的众生突进，所以经文讲我界念念无疑涅槃以灭突子。无疑涅槃就是出世间真的诸法离体的境界，最大限度求出三界，像阿罗汉啊，这个身体啊消除以后，佛身名字以后啊，将能够出真的个偏执的涅槃。那么你还会讲个无疑涅槃是太上菩萨陀，所以应当是指究竟佛果，究竟佛果的涅槃就没有剩余了。因为上文言国所证的涅槃只是偏真偏空，含有圣意不究竟，只有佛果的涅槃才是究竟涅槃。所以这个无疑涅槃应当是指佛果的究竟涅槃，意思就是说而是众生统统啊灭除烦恼脱生死，得到究竟佛果的境界，你当他什么的。所以这是从引这个弥勒菩萨的胸口讲故弥勒胸人状态体一上，起心不颠倒，利益成心处，此圣功德满。你就是无著菩萨，多都是天像弥勒菩萨解释《金刚经》的起相哈。讲这个发菩提心，我要把幸福这个妄心呢，两位就是说明讲嘛，哎，发这个四种心啊，状态心、体一心、上处心、不颠倒心。一定要是一种心嘛，能破除这个烦恼，就能幸福往心。脱尽三界一切众生，你啊就是安处广大心，诸界行哈。脱尽三界那个众生，统统都要脱，究竟没脱，该就是广大心。没有比你更大的了。脱尽众生，像地藏菩萨脱尽众生，众生脱尽方正菩提，该心是最广大了。在你念以来究竟无疑涅槃有没有兔子，所以这个无疑涅槃是佛果的涅槃，以来就是佛果，佛果究竟的涅槃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离体，所谓五处究竟意识圆满。要是众生统统证到究竟涅槃，也就是出体一心，体一佛果为最深为最体一，是众生都能够证到佛果的究竟涅槃，该就是恩出在体一心，用两种体一心来对治妄想心啊。没得无量，是没得无量无边众生，该是贴前数身差别，那个无数量的众生哈，算不出很多个众生，就重贴前面讲过的数身差别，推论是发展啊。